都去钓鱼了，煮了一个水煮鱼，煮了一个小红烧鱼。Just cook like the day we cook the cow stomach, and I have bamboo and sinjo. Really? Really fresh, better. This is about as fresh as you can get. In China, we cook fish like this. Usually cut little pieces, but this have too much bones, not much meat, so better have cook like a whole fish. First, like this. So then this piece go that side. Good. Bamboo good. Everything good. Yeah, bamboo is good, isn't it? Oil. And the fish water. This one. Oh, some of this come from the river, some come from the lake. Buy these from the river, the little ones. Yeah. Crunchy fish. We spend 4 hours to get this meal. Ready, we get ready and to eat. Spend 4 hours. What time is it? It's 8 o'clock. Yeah, we start 4 o'clock. 上一期芳姐有点皮，放了一个兔米宝宝的广告在里面，那是我的同伙，有需要的可以找我。这两天我又被这个兔兔折服了。他给这些人还完了10%以后，就私底下去威胁别人，不许允许别人在群里再发言。谁要是在群里再发言，就是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反正现在搞得好像是他才是受害者，他才是受伤的那一个。我果然猜的没有错，给个三瓜两枣的就让大家闭嘴。接下来的故事要从3月3号的晚上说起。3月3号的晚上，兔兔的合伙人小小和另一个合伙人香香，当时这个小小和香香已经没有再跟他合作了。小小和香香当天晚上是去要债的，小小要的是退股的钱，香香要的是兔兔在香香那里借的和骗的钱。结果小小和香香都被他摆了一道，应该说是已经被摆了很多道，所以他们两个这天晚上也变聪明了。那一天他们去的时候还很好的，也挺好说话，也很和谐，然后还一起吃了饭，聊着聊着就变味了。兔兔又是拿刀要自杀又是怎么样，兔兔拿刀自杀的时候，他那个男人就过去抱住他，然后要香香去抢刀，香香怕是圈套没有过去。后来兔兔的男人又拿了一个花瓶出来砸在小小和香香的旁边，也是想要激怒他们，但是他们两个也没有生气，也没有成功。再后来就是假装哄孩子睡觉，然后就偷偷的在房间里面报了警。接着没有2分钟，他们出来以后又当着小小和香香的面报了警。警察来的时候，他们就故意把小孩子弄得哇哇大叫。兔兔的男人还把香香的手机摔坏了，因为香香的手机里面有很多的他证据。后来警察过来了，就给他们开了一个限制令，不允许香香和小小以后耗进他们的房子。幸好香香也是有备而来，虽然手机被摔坏了，但是证据没有丢失，因为它已经存在电脑里面了。真的是要手段有手段，要头脑有头脑，要套路有套路。
太厉害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把这个警察的限制令往群里一甩，他这一招吓得大家都不敢上门去找他要钱了。这是高手。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这也太厉害了，这个。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好快啊。这也太厉害了，这。3月4号那天早上，他从他的快递群里面退了出去，很多人都以为他跑路了，其实他是没有跑路，他就自己另外又拉了一个群。为什么他要退群？就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他不好意思在这个群里面待了，因为这个群里面还有小小和香香在里面，他没有理由让小小和香香两个出去，所以他只好自己出去另外开了一个群。他退群以后没多久，紧接着就有几个国内的受害者进群了，其中带头的那个叫枫叶。枫叶一进群就把他所有的在国内的诈骗的事情给报了，然后接下来群里就很热闹了。枫叶就劝大家去找他要钱，趁他还没有跑的时候赶紧去找他要钱。然后兔兔这边新开的群里面，他马上把昨天晚上警察开的那个限制令甩出来，吓得大家都不敢去了。3月7号开始，枫叶和他一起的几个受害者每天都在群里面吵，每天都跟骂街似的在群里面吵，这样子很多受害者就私底下开始去找兔兔要钱了，所以也有很多人把钱要回去了，也有很多差一点受骗的人及时的止损了。3月10号，枫叶在群里发了一个福州的报警电话，因为所有的受害者转人民币都是转到了他父母的账户里面，于是我就委托枫叶帮我在国内报警了，然后美国这边的话我可以自己报，我想要中美两国同时进行。接下来这个小伙子被骗了28万，大家在群里各种的讨论。枫叶这个人呢比较冲动，可能是太年轻了，说话有的时候就很难听，只要别人不相信他，他就会乱骂乱叫，不管是谁说一句他就跟别人吵起来了，很容易跟别人吵架，可能也是因为太激动了。然后枫叶就因为某句话和那个香香吵起来了，因为枫叶不知道香香的事，所以就被迫的就把香香逼得就是没有办法，就香香把自己知道的料也都爆出来了。最后香香把自己被骗的经过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爆了。香香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人，所以她就是自己吃了很多闷亏，然后什么也没有说，而且还有很多事情说出来都没有人信，一定也是被逼上梁山了才会出来说这些的。到我发这条视频之前，香香的钱还是一分钱也没有拿回来，有的地方可能太快了要暂停才能看得到。听完了香香爆的料，真的是这个女人太厉害了，骗人的招数简直是层出不穷，海阔天空，没有她不敢说的，也没有她不敢干的，没有她不敢骗的，所有人都是她养的猪，她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就算群里面这样子吵这样子闹，大家都知道她的事情以后，他就是什么都不出来说，他就是什么都不认，反正他就不承认就完了。然后你们骂他，他又不痒不痛的，反正他就是算准了，你们都是正经人，不敢把他怎么样，不敢打他，不敢骂他，不敢威胁他。然后他到现在还是在回过头来就威胁别人，威胁受害者，不允许受害者在这个群里面说话。只要有哪一个受害者出来在这个群里面说话，他就威胁别人，太牛逼了。我不知道他私底下威胁过多少个受害者，但是他没有来威胁过我，他倒是让别人来威胁过我，就是找人带话来威胁过我。从15号他还了一部分钱以后，整个群里鸦雀无声，我估计是都被他威胁了，反正现在就是没有人出来说话了。或许大家都是默默地在等着他下一次还钱，或许大家只是不想理他，就跟他说话都觉得恶心了已经。看完香香爆的料，我估计很多人都不敢找别人代购了。确实有很多人是在昧着良心赚钱的，所以大家找海外代购的时候一定要找靠谱的人，不然的话那个兔兔从国内搞来的那些东西就可以卖给你们了。他那一批假货暂时还没有流到市面上，所以市面上还暂时还没有，但是难免如果哪一个国内的加到他了，然后在他那里买东西，那么就是必须得买到假货了。我在这里提供几个支付宝账号，就是他父母的，如果你们要是以后加到人然后是这个账号收钱的，我建议你们就不要找他买东西了。有才的小伙伴给他做了个总结，
九州满天逾百万，一朝过海抵修成。从正期古今一载，西卷代购数百人。海深球鞋何处寻，张嘴就入百万斤。世道人性皆算尽，敢叫乌云逼青天。无人鱼勇追穷寇，但求骗子行好心。古来正义今何在，只能俯首问诚心。芳姐从来不要求大家点赞三连，但是这一次芳姐恳请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不要再有人上当受骗。谢谢大家，我是芳姐，下次见。